Thank you.
妹平安，我们聚会在四分钟就开始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愿今天我们完全进入你的圣殿，来到你的脚前，向你来敬拜。主啊，主啊，愿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主啊，凡有你在的地方，那里就是圣地，就是你的圣殿。主啊，愿今天圣灵充满每一位，无论是在现场聚会的，无论是在直播面前的弟兄姐妹。主啊，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圣殿。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主，我们的心中充满你的爱，充满耶稣基督的爱，带领我们每一位全心全意向主来敬拜。愿你的道也向我们的心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那种复活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天可以充满盼望。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教会现场以及在线上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我们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续乐。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是的，我们的主是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当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喜乐的灵，我们向我们的神来敬拜。我们将时间交给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无论您是在家中或者是在会堂，我们都一同站立在神的圣殿里来敬拜他。只要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要用极大的声音弹琴鼓瑟来颂扬神。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也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全在于你。我们要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你，弹琴鼓瑟来颂扬你，因为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力量也在于你。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你是我们颂赞的主。
神，生命在于你，万国列邦也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愿我们的生命能荣耀见证你的名。弟兄姐妹请坐。是的，主，你不单是全地的主，是我们生命的神。你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万国列邦都属乎你。在历史的长河里，你是首位的，也是幕后的。你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王。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敬拜这位永恒的神。列邦随你动摇，诸国齐摇落，人有
向这位永恒的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他面前来吟唱，颂赞他的全能，颂赞他的崇高，颂赞他的荣耀，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他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王，他是掌管列国万邦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畏你，我们向你献上崇高的敬拜。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万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是的，主耶稣是永恒的神，是和平的君，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无论我们将来如何，只要有耶稣我们里面，我的信心就有根有基，成为永不震动的国。我的生命里就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虽我不得见未来将you
伟大的创造主，永恒的神，你既然看我们为宝为尊，在尘土里抬举我们，并且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圣灵的气息吹入我心，苏醒我灵，使我能睁开眼，明白你的旨意，看见你的荣耀。生命吹起，
起你。这时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浸泡在圣灵的同在里，来享受祂，愿祂生命的气息吹入我心，苏醒我灵，使我完全的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来领受祂的浇灌与更新。深深的命令。
耶稣基督荣耀的父，求你张开我们的眼睛，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在基督里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首诗歌就是我们向你的敬拜和祷告，愿你垂听悦纳我们，奉耶稣基督伟大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体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好，今天要读的经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弟兄姐妹翻开后，由我来读，你们来领受。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第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读经读到这边，接下来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你信这话吗？我们将时间交给郑仲甫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进入今天信息之前，有一些呼吁报告这样子。那成人主日学的报名原则上到今天这样子，那如果还有意愿报名的弟兄姐妹，请留意就是上教会的官网有连结，或者透过北门赖生活圈来报名。那目前还有的课是跟着保罗宣教去，他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六上课，是线上的课程。那这个课程的带领的老师会，因为他自己有这个保罗行程的这个去过亲自游历过这些地点，所以他会带领我们领略这些风光，跟这些圣经里面的记载有一个相互的对照这样子。那可能疫情这个时候不能出国，我们就可以来上这个课程，一起跟着保罗宣教去这样。下一页。然后真理的追寻是教会常设的，就是关于给慕道友或者出信者上的这样子的课程，希望带领这些慕道友出信者一起来认识信仰。那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周围还有一些出信者慕道友那或者在你的牧区小组里面的话，就欢迎他们一起来报名。还有但以理书是在9月25号也是开课这样子。那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会提到
可能但以理书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或者它是一个蛮有冲突性的一个 书卷，可能它有一个简单的内容，第一章到第六章，但是后面的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它谈到的是可能怎么在圣经里面文体的分类叫启示文学。那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会带领各位一起来认识但以理这位先知，还有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怎么样来读启示文学这样子的内容。那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把握机会来参与这些课程，来报名这样子。好，以上，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仰望我们今天要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这里面耶稣他经历了这些他所爱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生命的逝去，但是耶稣在这些时候又向他们彰显你自己所拥有这样子生命的大能。都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聆听，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既然生命的权柄在你那里，那这样子生命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我们该如何显出怎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样貌。主，都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我们家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就是只要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然后是这个地方可能有段距离，然后是我们家大女儿没有去过，就我们家郑拉拉没有去过的，然后她总会问说，哦，爸爸，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啊？会很近还是很远？会走高速公路吗？我们跟他说，哦，这个地方开车要一个小时，开车走高速公路要坐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他会说，哈，那这么远我不想去。因为他不是很喜欢高速公路，因为觉得好像会长时间被固定在那个安全座椅上，固定在后座的时间会觉得很无聊。然后我们就要去说服他说，哦，这个地方有多好玩呢？然后我们要常常要经过好一段时间去说服他。或者可能他再怎么样不想也没有用，因为就是他终究要是跟我们一起行动的。我觉得啦，我们家大女儿，我们家郑拉拉是一个对新事物新环境接受力比较低的一个人这样子。希望他听到不会生气，他好像在后面。只要那个东西那个地方他没有接触过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先抗拒。其实这个也反映出了我们人的某一种可能自然的性格嘛。如果这个事物我们还不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对它先有所保留，可能甚至就跟它保持了一些距离。那我敢说有一样的事物是，或者是有说有一个状态，这个状态这个事物可能都是我们没有亲身接触过的。然后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要跟这个状态这个事物离得越远越好的。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在说死亡。我们都没死过吧？在场有人有死过？好，应该都没有吧？好，我们对死亡的印象可能是我们会经历到痛苦，然后这个死亡它会带来相应的一个哀伤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对死后的那个世界也是充满未知的，因为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们真的都没有去过嘛。纵使我今天这个传道人，我在今天讲论，今天会讲论有关于死亡的事情，讲论关于复活的事情，可是你问我有没有死过，我没有死过啊，我也没有复活过，我也没有复活过啊，那个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所以有可能我们一个自然的状态是我们会先跟他保持距离，甚至是离得越远越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内容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刚刚有提到是有关于这个内容，是关于面对死亡的一个人会想要回避它，然后一个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会经历到面对死亡的一个哀伤。但是在这个内容里面，耶稣让他的门徒看到我们要该怎么样面对这个生命的议题，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在这个第十章的结尾，他提到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后那时候耶稣他所在的地点是大概在约旦河的附近，当他在那里还住上几天，可能他在那里讲到在那里服侍那附近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可能约旦河的南边有这个来自于伯大尼的，他在耶路撒冷附近可能3公里的一个地方来找耶稣。然后这个来找耶稣的人，他就带来了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的口信消息来说，主啊，你所爱的这一位拉撒路他生病了。
这位拉撒路跟马大玛利亚的关系是他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所以这个口信他带来的意思是说，他们希望耶稣能够赶快的去到伯大尼，能够来看这位拉撒路，能够赶快来去医治他。可是当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反而一脸平静的样子，然后反倒还安抚传话的人说，哦，这个病他不至于会死掉了，然后他反而会去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的那个表情，耶稣的那个状态，好像耶稣有什么远端监控一样，他能够清楚的掌握这个时候拉撒路的一个生病的状况。可是接下来耶稣的举动让这些周围的门徒反而觉得越来越奇怪。他说啊，好吧，可能耶稣平常很多的举动都很奇怪了哈。如果这个耶稣跟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一家是很熟悉、很熟识的，那怎么接下来耶稣的行动反而没有赶快的去找马大、玛利亚，去找这个拉撒路，反而还继续的在这个约旦河这一带多待了两天？这两天里面可能还真的没有显现出什么着急的样子，然后直到这两天过去，他才先跟门徒说啊，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南往犹大，往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去。可是这个时候 这些门徒听到耶稣说这段话，反而让他们觉得心里面毛毛的，好像有那种背脊发凉的感觉。为什么呢？他们直接的反应是说，主啊，这样子好吗？这一路上你服侍，这一路上你的言论、你的讲道、你的教导，可能触怒了好多的那些立场，或者是信仰的立场，或者说观念跟你不一样的这些可能信仰保守的犹太人，然后他们都已经放话说，你要是耶稣赶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用石头打死你。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可能认为说，耶稣要走这一趟的话，不仅是让耶稣自己，也让这一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要身陷险境，要可能要冒上一些生命的风险。所以这个状况对门徒来说似乎是更糟糕的。可是对于门徒来讲，那个不理解的事情是，接下来耶稣还在继续说什么有关于白天黑夜，什么可能白天不懂夜的黑之类这样子的话，然后还说拉撒路其实是睡了，然后当门徒回应就是说，哦，他要是睡了那也还好啊，那我们去叫醒他就好了。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又还改口说，哦，其实他是死了。这个对门徒来讲可能是很疑惑的事情，到底这个拉撒路是死了还是睡了？耶稣你可以讲清楚吗？他还对着门徒去说，我这样子的行动，我这样子的作为是使你们相信，我没有马上去到拉撒路那里是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可以去了。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耶稣的这些行动可能给门徒带来很多的困惑。我不晓得，可能如果在座你是年轻人，你是当学生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可能你们要做一个团体报告的时候，然后可是你们选出来的那个组长，你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然后他说的话到底在表达什么，然后可是偏偏这个组长他还硬要选一个最难的题目要跟大家来一起做报告。或者是你在职场上面的主管，他常常可能他说的话他在想什么都常常让你捉摸不定，然后还总是分派那一些最难的工作、最难处理的工作要你去完成。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啊，完蛋了，死定了，我怎么跟这个人一组？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多马的，他这个时候就是这一种的心情，他就脱口而出说，啊，死定了，啊，好了好了，我们干脆跟耶稣一起去死好了。其实多马所说的这一段话也不过是反映了这些门徒，他们可能反映了门徒他们心里面没有说出来这一种心情。这个时候耶稣往犹大去，往伯大尼这个地方去，可能更会面临到这些犹太人要逼迫耶稣的危险。可能到那个时候去到这个伯大尼，去到这个 犹太省的周围，搞不好那些遇到这一些人石头丢过来都把我们打死了，我们都死定了。而当耶稣到了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之后，那时候这位拉撒路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那时候的画面可能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家已经有好一些人在他们家里的门外、他们的家里面的聚集，都是要来吊唁，要来安慰马大跟玛利亚的。在那个时候，耶稣他可能只是刚到伯大尼的村外，然后就有人通风报信跟这位姐姐马大来说，说耶稣来了。这个时候马大他赶紧要出门，在这个村子门口来接待这位耶稣。可是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也就只能够哀伤的哭倒在耶稣怀里，然后用那个已经哭到沙哑的嗓音来对耶稣说，耶稣啊，要是你早点在这里，我弟弟我这位拉撒路他就不会死了。耶稣，你要是早点在这里，拉撒路他就不会死了。后来耶稣面对了这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玛利亚也是说着同样的话，主啊，要是你早一点在这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在马大跟玛利亚这两姐妹身上，她们两姐妹身上，她们在面对拉撒路的死亡的这个议题上面，她们似乎显出了一个同样的想法，要是耶稣早一点来，拉撒路就不会死，要是耶稣早一点来，拉撒路就不会死了。他们认为说，只要人还没有死的话，耶稣就有办法医治。可能他死亡这件事情，他背后象征的是一种的绝望。我们都晓得这句话叫做什么？人死不能复生。我们没有办法叫一个医生来说，医生啊，你帮我医治这一个死人，让他活过来。尤其这个时候的状况是，这个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死了四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那时候这个拉撒路他的尸体的状态是，可能身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然后对于犹太人来讲，认为那的观念认为是说，人要是死亡的话，死亡三天之内的话，他的灵魂可能还在这个尸体的周围，但是到了第四天的话，他的灵魂可能就已经离开，去到生命的一个下一站去。所以耶稣在这个时间点是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才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是已经彻彻底底的没有办法来挽回这位拉撒路的生命。死亡它表示的是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人对我们这个人生里面的拥有的最终极的一个断绝跟失去，也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而这个死后的世界却又是难以捉摸的。所以面对死亡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其实我们都没有死过，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死后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在这个情况底下，又有人已经放话说你要是敢来犹大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用石头打死你。所以我们面对那个可能靠近我们的死亡，我们会像这个门徒，就像这些门徒，像多马一样，我们会想要积极的去回避这个可能的受伤或者是可能的死亡。所以当然会认为说，只要能够不去犹大这个地方，能够不去是最好的。可能我们也会像这个马大跟玛利亚一样，只要认为说人活着，只要人还活着的话，就能够有办法。人只要一死去的话，一切都是绝望，一切都是没救的。就算当时候的犹太人认为，就是说人在死后，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可是虽然有这样子的相信，有这样子的知道，但是可能那个最大的难题是，所以那个末日是多久之后的事情呢？而那个复活之后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啊？面对这一些许许多多不确定的事情，可能人在这一些不确定当中能够做的一个最实际的事情是，好好的把握我们现在的拥有，然后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死，是最实际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死亡离你很近还是很远？死亡离你很近还是很远？也许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还年轻，然后还不需要顾虑死亡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嘛，人生总是有一些的难免，总会有那些突如其来跟那些意料之外。在我国小念国小的时候，我有一个经历这样子，
那时候我爸爸的有一个朋友，我们家住在屏东这样子，然后这个朋友他在屏东的林边是开那个养殖场的，然后养殖场有渔温嘛，然后那个渔温的路很窄，然后那时候我爸就带我跟我表哥去这个养殖场拜访朋友，我们就在渔温那个地方玩这样子。然后我跟我表哥走在那个渔温的那个之间的那个小径上面，那个渔温跟一块一块渔温那个之间那个道路是很窄的，然后我顾着看着地上我自己的脚有没有一步一步的踩好，我没有留意到我的表哥他突然停下脚步。哦，我的表哥长得比较有弹性，像我一样，所以我一撞到他就往后弹，然后就撞上他，然后就往旁边一弹，然后就掉进渔温里面去。那个渔温那个水的深度是深不见底的啊，反正一定比我身高还高，我确实踩不到底的。然后那个水的进去到那个水里面大概是一片黑暗，所以大概很难有什么能见度这样子。那感谢主，我很快就被打捞起来，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哈。那个短暂的那个溺水的那个经过，让我觉得那个是我可能到现在是第一次跟死亡这么接近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在许多人的经历里面，可能或者你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故事，在人生里面死亡突如其来的拜访，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不能够回避也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面对死亡，我们刚刚说了，我们都想方设法的能够离它越远越好，我们其实都害怕这个死亡的靠近，想办法想要离这个死亡越远越好。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啊，正好这个广播节目是一个医美诊所的广告，就是这个主持人在访问这个医美诊所，然后医美诊所可能在推广自己的业务这样子。然后这个诊所的这个代表，这个介绍人，他就用一个高亢又略带尖锐的一个声调，他在极力的想要帮这个医美诊所推销。可是他这个推销的方式让我觉得有一点所以你在说什么？他大概说的内容是这样说，他说女人啊，真的要好好爱自己，要不然到时候你人老珠黄满脸皱纹然后肌肤松弛的时候，有谁会爱你啊？然后就他用举了某某一个女明星当作比喻，就是说像那个某某女明星，她保养得那么好才会嫁给一个比她年轻又长得帅的老公。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其实好像听得出来，其实他想要煽动某一些那些背后真正的恐惧。我必须要说，虽然我说的是可能是诊所这些对女性的一个评断，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状况可能代换成某一些男性的场景，我想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分男女都会想要可能把自己弄得漂亮帅气然后青春永驻啊？仔细想想，那个最根源的问题不就是其实我们不想变老吗？然后不想要自己变老连带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变丑嘛。然后这样子的带来的危机是好像看待自己的某一些的价值感越来越少。然后我们更往那个根源性的去想这个问题的话，说到底这种不想要变老的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是不是一种就是不想要离那个死亡越来越接近的一种心态？我们都不想要离那个死亡越来越接近，可能变老是一个那个接近的一个警讯，在慢慢的在放大。好，同样的逻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工作？是害怕没钱吗？对，真的是害怕没钱。所以是害怕会饿死吗？要饿死应该没有那么快了，就是可能都还有一些自己手上所拥有的资源这样。所以是害怕没有工作会被别人看不起吗？仔细想想看，这一些一切一切的累积，害怕没钱，害怕饿死，害怕没工作被别人看不起，其实这些事情累积到最后，不就是害怕自己要是持续的没有工作的话会毫无尊严的死去？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生活上面的很多的决定，很多的是非，很多我们行为的模式，推到最后，其实说到底，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缘故，是因为我们害怕死亡的缘故，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决定这么做，决定那么做。因为我们把死亡看作是对人我们现世所拥有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剥夺，
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像这个马大跟玛利亚所问的，主啊，要是你早点在这里，这个死亡就不会发生了。然后会，所以就是用一种可能人面临死亡，面临灾祸的原因，这个背后的人为什么会面对这些事，那背后的原因岂不就是上帝他没有去做什么事，上帝的不作为，上帝的不行动。我们会把我们面临这些死亡这些灾祸很容易的去想成都是因为上帝没有什么行动，上帝没有什么作为，我们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我遇过一个年轻人，我常常关心他，然后试图邀他来教会，他家里是基督教家庭这样子，但是这样试了好多次，我总是觉得好像他的信仰里面有一些的跟这位上帝有某一些的尴尬吧，以至于信仰上面可能的某一些的不火热这样子。我这样子关心他，跟他互动，然后直到他大学毕业之前要离开新竹这个地方，他才跟我说他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他不晓得怎么样向其他的基督徒来说这些的事情。他在意的事情是说，为什么他在意的某个人，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好人，然后他也还很年轻，那为什么上帝就这样让他离开世界了？那为什么上帝没有去做一些什么，把这个人留下来，把他挽回过来？有关于上帝的沉默，有关于上帝的没有出手去做某一些拯救的行动，其实这也不只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嘛，其实也是圣经里面这一些，不管这一个人跟上帝有多么亲近，他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也在经历这样子的疑惑嘛。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里面才会有这样子的祷告，或者说这样子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嘛，诗篇第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还有诗篇第83章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寂寞，神，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其实仔细想想，这都不是我们，这其实都是我们可能在信仰的某一个阶段里面我们会面临到的疑惑嘛。也因为死亡是这么样的真实，这么样子的无法回避，可能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死亡当中我们找寻出路。有一个漫画改编的日剧，它叫《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他在说有一群的好朋友，他们莫名其妙的被传送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在那个世界里面他们要被迫玩一关又一关的那个闯关游戏，然后这个游戏过关他才能够确保这些过关的人能够继续活下去，换句话说，游戏没有过关的人就是死亡这样子。所以人要为了过关要继续活下去的话，原本称兄道弟的这些的好朋友可能也后来也不得不彼此反目。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游戏，虚构的剧情，可是人愿意为了活下来而做出的事情，其实在这个戏剧里面反映的状态也是很真实的。我们的生活其实都在面临死亡的威胁底下，死亡的步步逼近底下，我们都期待在这个步步逼近当中来找寻我们面对死亡的一个出路。死亡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就算从古代然后一直到现代医疗技术发达的现代，我们都没有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能够让人来永远活着，说到底我们都要面临死亡。可是耶稣是怎么面对拉撒路的死的？我们仔细想一想，当这个马大玛利亚这个委托的这个传话人，他如果用了一天的时间到了耶稣的所在的这个约旦河这个周围的话，然后耶稣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没有马上行动，反而待了两天之后才行动，那如果耶稣也用一天移动到伯大尼这个地方，那这样前后就几天，前后就花上了四天的时间了。所以换句话说，恐怕这个拉撒路可能是在这个传话者这个从伯大尼出发的没多久，这个拉撒路就死去了。
可能耶稣在这边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故意拖延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他后面有说了是想要让人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神迹，所以才刻意的食言。耶稣看待这一起生命的事件，他是这样做注解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当耶稣他面对马大跟玛利亚的时候，他们跟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啊，你要是早点来在这里的话，拉撒路就不会死了。可是耶稣却回应这个马大来说，就是说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哦，我们前面有说到嘛，当时候犹太人都普遍相信人在末后的日子死去的犹太人都会复活，所以那个时候马大是以为耶稣是在说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附和着说，我知道在 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可是接下来耶稣说的事情，他直接挑明着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吧，可能这个时候耶稣又在说一些令人难懂的话，但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清楚的听到说耶稣这个时候在说什么。耶稣这个时候在说的事情是，他就是复活，他就是这个生命的掌握者，所以相信他的人就能够复活，能够永远不死。可是这个当下的哀戚并没有让 马大太多去反问说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只能够好像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然后给耶稣没有一个给耶稣一个正面的答复。当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的时候，这个马大只能够回答说，主啊，我相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而其实从这个马大的反应，我们或者能够看出来，或者马大他是相信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并且他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时候马大他其实就相信说耶稣他有能够复活人，复活人生命的一个能力。可能这个也反映出了我们某一种我们信仰的状态，我们认为自己是相信耶稣的，可是论到我们有某一些信仰的内涵是耶稣亲自所教导，耶稣所说出口的，但是我们却对这样的内容其实是保留的，就好像这个时候耶稣问马大的这一段话一样，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可能耶稣的这一段话其实也在问我们，不管在座不管线上的所有的众弟兄姐妹，都是在问说，你信这话吗？为什么耶稣要在这边可能要去强调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好吧，他可能还刻意的单言了对拉撒路的医治，然后大费的周章的可能 延宕了四天，延宕了两天才来，然后接下来他还把要人大费周章的让人把这个挡住拉撒路墓门口的那个大石头来挪开，把那个已经死了尸体已经发臭四天的拉撒路叫出来，然后让人一同来经历拉撒路的复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想要证明自己很棒很厉害，然后让人知道说，哎，你们看我能够使死人复活，是这样子吗？从这一章的故事看起来，他耶稣的确是透过这一起复活的神迹，让人去认识到，让人去见证到耶稣是那一位能够使死人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而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后来的后续的故事是，他自己也会经历死亡，然后这位耶稣他自己也经历了死里复活。不管是拉撒路的复活，或者是耶稣的复活，都是一种实实在在让人能够看见，让人能够亲手看到亲手摸到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实然的经历，实然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复活在基督信仰里面并不是一个假想的概念，我们假想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假想拉撒路已经复活了，而复活在基督信仰里面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实然让人可以经历到的一个见证。我们前面说到，因为人都会经历死亡，然后按着人的本性都会想要逃避死亡，而且人的罪会使得这个逃避死亡的这个情况会更加的变成人跟人之间这个你争我夺的这个情况。
所以基督信仰里面谈到有关于复活的事，它其实是在带来一种实在的盼望，是说让人知道说我怎么样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既然这个死亡是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也都大大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那所以如果我知道这一位爱我的主，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我能够知道我的生命就算终结了，但是终结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知道我这个新生命的开始会全然的跟我这位爱我的耶稣基督来同在，那相对的我就不用去担心什么，我就不用去担心说那我死掉之后我要去哪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那死亡这件事情对于这些可能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这些死亡的我们来说，那死亡这件事本身可能就已经不值得我们畏惧了，因为死亡不过就是一个我们能够经历新生命的开始，那我们在本质上也不需要为我们逼近死亡这件事情而感到担心，而感到害怕。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才说，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还有罗马书八章二节，我们一起读：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所带来这个拯救的盼望，他包含了人能够怎样走向复活的一个盼望，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结果是能够使人从那个害怕死亡的逼近当中来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盼望的话，我们仍然就是要面对死后我们要去哪里，然后面对死亡之后我们想要回避这个死亡的问题，以至于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的行为上面做出许多我们想要回避死亡的动作。这个拯救跟这个复活的盼望能够把我们人从这个逼近死亡的害怕当中来释放出来，并且这个害怕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和我们的罪来产生一种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可能就是这个罗马书上面说的这个罪和死的律。这种罪和死的律让我们因为害怕死亡的缘故，可能有更多跟彼此人跟人之间彼此斗争、彼此相争、彼此攻击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会带来更多得罪人甚至是得罪神的行为。但是在上帝的这个拯救跟上帝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当中，我们是能够从这一个罪和死的律当中是被释放出来的。所以当耶稣问马大这一句话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耶稣的意思应该是说，是要马大去重新的去认知到，重新的去相信到，在他眼前的这一位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如果这是马大所相信的话，那我们就永远，这位马大也包括如果我们就这样相信的话，那我们就归属于这位掌管生命的主，不用因为害怕死亡的缘故而显出许许多多想要逃避死亡的行径。而如果我们有这些逃避死亡的行径的话，其实也不过是证明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在灵性上面死亡的一个人。而我们既然因为相信的缘故来脱离前面罗马书八章二节所说到的这个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的话，可能连带我们带来的行为是说，我们每天就不需要好像很在意是说我每天累积了多少财富，而这些累积的财富是想要让我这辈子能够过得多舒服。因为你想要享受今生，然后今生能够享受越多越好，以至于面对那个未知的未来，你回应的方式你享受今生吗？然后我们也不应该是为了每天可能为了名利财富权位这些事情，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你争我抢。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去做显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样貌，是去活出那个属于上帝所赐的那个复活的那个新生命。
这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十一节里面所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这段话是提到说，要是我们认知到也相信这位耶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那我们生命的目的其实就应该是要见证这位复活的主。有一位法国的基督徒哲学家叫保罗利科，他是这么说的，做见证和生命彰显是同一件事情。然后在尾声的见证宣告里面，我们看到生命的彰显如何成为这个见证最完备无附带条件的意义源头。那信徒的全体要彰显复活的基督，而不单单只是可能空口的去谈论他，去纪念他，可能是要去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去彰显这位复活的基督。而我们所聚集的教会就是这个显明耶稣基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最近在和一个年轻人在读这本书，它叫做《异类侨居者》，那副标题是说有别于世界的信仰群体。它里面说到一个故事，我觉得可能非常的打动我，所以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最后面了，这个在最后跟各位分享这个曾经发生的故事这样子。在美国南方某一个城市里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国南方的这个的地方政府想要废除学校里面有关于种族隔离的规定，可是这个规定可能引起的就是这个城市里面许许多多白人的不满，于是这些白人聚集起来，他们要起来商量怎么样去反对这个反抗政府的这项施政。他们聚集的地方是一个大礼堂，然后这个大礼堂里面挤满了许许多多的白人这样子，他们一个又一个上台去发表他们反对废除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信念，跟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行动。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走了进来，他跟主持人表达说他也想要上台去说一些话这样子，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让他上台，然后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他反而说的事情是，我感到很羞愧，很羞愧，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服侍很多年，我为这个礼堂里面的很多人来施洗，我教导他们，辅导他们，我以为我的讲道对这一些人有一些用处，可是看来我错了，今天开始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对那些是我会友的人我感到很羞愧，但是我对你们仍然充满期望。然后这个牧师他讲完了之后就下台离开了这个礼堂，然后留下的反而是这个很难堪不晓得怎么样进行的这一场的会议。然后那个这个礼堂里面其实好一部分 的成员其实是那个教会 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所以听到牧师这么说，这一些教会的成员就一一的安静的离开，然后这个礼堂只剩下一半的人，这个会议也不晓得怎么进行下去。而一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是，那个这座城市里面的学校开始接纳了不同的肤色的学生，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课堂里面上课，一起来学习。在这个《异类侨居者》这本书里面，他用一段故事来为这个用一段话来为这个故事作结。我把这个话写在这个 PPT 上面。这位牧者他是平凡的人，多年来他在做平凡的事，就如同在平凡的人中施浸为人施洗和证婚，这一切只为了在八月的这场会议让他有说些话，有做见证的权利。基督徒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在其他的平凡的人面前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好，最后了，耶稣所说的这段话下一页，谢谢。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这也是今天要问各位弟兄姐妹的问题，你信这话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必须向你承认，在生命这件事情上面，在我们怎么样面对生命的这个议题上面，还有许许多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求你都帮助我们刚才的聆听，也都把我们聆听的内容更加的放在心里。很多时候我们在诗歌里面颂唱说，我们欢庆欢唱这位复活的主，但是许许多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去思想这些复活这些的教导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对我们生命的重量在什么样的地方。主，都恳求你让你复活生命的大能更对我们这卑微软弱的生命发挥影响力，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活。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因着有你的生命的内住，但愿我们对我们周围也同样是平凡的人，来发挥出属乎你生命的影响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用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海大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够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
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做一个奉献的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是吧？今天主日的讯息让我们能够思考如何面对死亡，也相信神的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有他的旨意在当中。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来面对的我们的面对的道路，也提升我们的信心，也不拦阻神的作为，让我们甘心乐意与他同行。这时候奉献我们的所得为圣公所用，这样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接下来我们读本周的金句。其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翰福音11:25-26。好，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位林建安，好，在这边，好，我们欢迎你如果在线上直播有新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有一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也让我们来认识你还有接下来是姚正松、孙静兰，好，在这边欢迎你，欢迎你，请坐。好，我们接下来看消息与代祷。北门圣教会9月12日消息与代祷聚会暂停，9月18日周六至9月21日周二因是否中秋节连续假期期间线上晨祷暂停，请兄姐留意。教育部第46期成人主日学将于本周六9月18日陆续开课，各班教室将于9月17日周五前个别通知已报名的兄姐，想要参加的兄姐请至北门赖生活圈或至教会官网点选成主填写报名资料，今天截止报名，若有疑问请洽行政同工红姐妹分机16。北门社区关怀协会一场叫年轻人动起来的味觉之旅活力恒烘焙坊健康饮食课程，在舌尖的感性与思考的理性中煮出健康，煮出关系，欢迎教会的年轻人邀约福音朋友一同报名参加。上课时间10月16日至12月18日，每周六下午1点至5点，报名请洽同工林玉书姐妹分机13，或至主日崇拜直播下方的连结填选，或扫描 QR Code 额满为止。会后代祷，欢迎新朋友参加我们的聚会，请在主日崇拜直播下方的连结填入您的联络资讯，若有代祷需求我们也将为您代祷。若兄姐有任何代祷需求请与各牧区的小组长、区长或牧者联系。报告完毕。好，我们这时候起立唱颂荣的诗歌，愿耶和华祝赐恩赐福于你。站立，好，我们请那个怡婷牧师为我们代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每一位他所爱的众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我们今日的主日崇拜到此默祷后散会。这边再提醒大家啊，崇拜结束后离开的时候，请走我左边这个四号门啊，离开会堂，那从三号的椅梯啊往下走，再从篮球场那个门啊离开啊。那同时请大家离开的时候，用那个酒精棉布哈，把你的座位擦拭，然后健康声明表也请填写好，离开的时候交给我们的服侍同工，谢谢大家的配合。